哇，这一球投进来，陈永基打得蛮结实的，最后是上到第二层的看台。这是一支阳春全垒打，让狮队友在一局下半这边也打破鸭蛋。哇，陈永基连续的两场比赛哦，打点能力都非常的惊人了。今天在一局下半马上靠着全垒打，再打回了一分打点。第二层的看台。这球基本上一咬中哦，其实大概球场全部人都有心里有个底了啦。